今天互动话题毋庸置疑一定是落在了特斯拉这一方面。看到特斯拉是破万亿美元，那么狂欢究竟能持续多久呢？首先在消息层面上，这一次刺激到特斯拉股价大涨的是它接到了历史大单，就是租车公司赫兹向 Tesla 是落了10万辆汽车的订单，也是刺激到了 Tesla 的股价急升近13%，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市值更是首度破万亿美元，成交呢也是罕见的超过了600亿美元。市场的反应如此激烈，也是因为赫兹订的这10万辆的汽车呢，实际上是相当于 Tesla 第三季近半的出货量。那么对于 Tesla 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后续的影响又会持续多久呢？那我觉得这个订单方面的话，就现在应该已经就确认说真的是有这个订单存在了。那我觉得就是将来在很多方面吧，就为什么突然下这么大的一个订单，就可能是实际应用上面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特斯拉的车辆。那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些可能 Uber 的司机也真的很多是这个在驾驶的特斯拉的这个车。那所以其实他下这么大的订单的话，就代表说欧美那边真的是需要这么多的这个使用量啊，那有这么多的一个用量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订单。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预期说，哎，就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特斯拉将来的销量啊，或者是市场上面的用量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预期啦。那然后的话就是一般来说，通常在内地啦，就可能一个车款能够卖到一个月10000辆，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那因为特斯拉也是世界性的公司，所以其实整个季度来说的话，如果它能够卖到现在可能差不多20万辆的这个销量，那差不多如果你大概的算一下的话，就大概是等于说，哎，一个月差不多卖了7万辆的这个数字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也代表说，其实这个特斯拉就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这个代表性了。那也是这个全球方面的话，有一定代表性的这个车企才能够做到这个销量。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就这个股价方面有这么大的反应，也是对于说，就是大家开始认同说特斯拉这个车已经开始有这个广泛代表性，加上已经开始就不只是量产这么简单的，而是进入到就可能跟这个 Toyota、Honda 这一些大的品牌来相比的话，也毫不逊色了。那所以就我觉得是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吧。那另外来说的话，也看到说，就因为马斯克方面的话也非常喜欢，比如说加密货币啊，或者是那些很黑科技类型的一些科技研发啊、资产等等。那所以其实看到说最近的话，比特币也是涨得非常的好哈。那所以最近的为什么好像特斯拉的这个走势没有说被整个大盘影响到，大盘好像有点震荡的时候，它还是节节上升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上一次在业绩当中呢，他投资比特币是有所亏损的，但是最近比特币的一个大涨，可能也是让大家会觉得特斯拉在这一方面的一些负面消息可以解除。另外呢，就是看到现在订单在剧增嘛，而且也是知道欧美这些地区呢能源缺，而且石油这一方面也是比较紧张，很多人可能都是排队去加汽油，所以现在可能大家的一个意识也会出现转变，就是开始真正的让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在市场当中有一个引导性的作用。那我们再说回股价方面吧，就是大摩这一方面是调升了 Tesla 的目标价，调到了1200美元。那我记得上周我们在聊到 Tesla 的时候，当时和 Casper 聊，它已经是连涨6日，突破了870美元。那个时候 Casper 就在节目里说，涨到900甚至1000美元也是有机会的。结果一周过去，现在就已经是超额完成目标。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1200美元那个目标价，是否也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能否是一鼓作气直冲云霄呢？我觉得这个就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绪确实是很疯狂啊。那大家除了对于就是特斯拉将来的，大家对于他的那个车可能已经把他未来几年的这个销量或者是估值给预计进去了，那所以现在的这个价格肯定是非常的贵。那但是大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预期，就是说因为特斯拉它本身已经不算是就纯粹是一个车企了，那现在大家看待它的话，就可能是一个这个科技研发企业。那然后除了新能源车电池之外，这些技术的话，还有自动驾驶啊，那还有那些
比如说轻轨啊，那些可能真空这管道里面的列车啊，那可能就很多太空的科技啊等等的，就全部都包含在特斯拉里面对它的这个预期。那所以就除了这个特斯拉本身的这个技术之外的话，还是对于马斯克个人的一个崇拜哈。那很多人的话就压在特斯拉身上的话，其实也是等于说压在这个马斯克身上哈，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两者现在的这个关联性也是非常的大了。那但是现在到了这个价格的话，当然我不能说它不会涨，那但是大家只能说就是根据这个技术图形，那或者是它一些消息面的东西去判断说将来特斯拉这个股价会去怎么走。那比如说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看到说，哎，比特币涨，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新车款出来，这个车销量不错，赫兹的大订单，这一些我们才会知道说，哎，其实这个股价或者配合技术图形慢慢的去预测这个股价。那但是如果我们单从以前那样去单纯的不停的看估值，不停的觉得它贵的话，其实就可能对于这整个股价的这个预判就可能会错了很多。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因为现在已经我觉得美股算是一个大牛市，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中期还是末期了，那但是看到这一些股份这么涨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只能用技术图形去判断说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破位，那或者是什么时候可能有机会去向下的下创某一些的支撑位，那所以就泡沫来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唯有用这个办法去走了啊。所以如果要是一些保险投资者，我们单纯的看估值来讲，现在这个位置确实有一点过高，已经是反映了未来几年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特斯拉它不仅仅是一个车企，它更是一个引领着时代的一个科技巨头。所以如果从造梦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我们再说回所担忧的这些层面吧。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业绩方面，三季度的营收和利润均是创出新高了，有破纪录。不过呢，市场当中也会比较担心，就是芯片短缺、港口拥挤以及其他供应链还有基础设施的挑战，令到工厂是无法全速的运转。那么这些担忧是否会随着市场这一次的狂欢被完全的消化呢？那我觉得这一些就未必哈，那因为就现在今天虽然说是涨了非常多呢，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因为这一些消息，那重新把股价拉下去呢？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可能哈。那所以就，我觉得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个情况吧。那虽然说现在大家的确是非常的乐观，也看到说有大订单，然后技术啊，什么太空科技啊方面的话，也真的是如期去进行。那但是这个芯片短缺的问题的话，也真的可能会发展到真的是明年的年中左右才会有这个比较完满的这个解决。那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特斯拉方面，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可能智能汽车吧，也不只是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的这个引领者。那所以其实它现在旗下的汽车很多就需要很多的芯片，比其他我们一般的那些汽油车呢，或者是我们一般在公路上行驶的普通的车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芯片的用量其实肯定是要比其他那些汽车要高上许多。那所以其实现在这个芯片的问题，当然说，哎，其实它在这个国际或者是在芯片市场里面的这个话语权也确实是够，那但是也会不会真的是把这个芯片短缺的这一方面烧到它身上呢？那我觉得也可能是有这个机会。那但是比较好的一点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单价比较高一些，那所以其实如果单价比较高的话，就代表说它的这个议价的能力也相对高，那所以它在提价呢，或者是它在采购芯片方面的这个话语权，我觉得是相对有一就比其他的传统的车企来说的话是来得好一些的。那所以就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影响未必就像是其他车厂那么的严重哈。那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吧，这真不知道事态会怎么去发展的，所以大家就密切的去关注这一些消息，然后就我们紧盯着这个技术图形有没有机会向上或者向下破位，也是需要去盯紧的。那么这一次的10万辆订单在交付这一方面，未来是否会因为芯片短缺，还有这个工厂的运转速度减慢这些方面影响到它交付的情况呢？
那我觉得绝对是有啦，那因为大家就突然来10万辆的话，就你想想看里面的芯片需要多少？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机里面的话，也是可能是上百颗的芯片了。那但是就你放到一个汽车身上的话，我觉得这个芯片的数量值多不少哈。那比如说这个汽车后面有电脑啊，然后后面比如说的车载镜头啊、传感器、自动驾驶这一些，全部后面都是芯片。那然后就比如说基础的东西，比如说你开一个车窗啊，甚至是你把那个椅子调低调高，那些其实全部都有芯片在里面，只是说它那个芯片的这个需求可能是没有我们一般的这一些手机的那些芯片这么高而已哈。那所以就这样子出来之后，就你发个10万辆的订单的话，就肯定有这个芯片短缺的问题。那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出货销量方面的话，肯定会推迟啦。那但是就也是我们就因为现在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就紧盯着这个消息，看看这个最新的事态发展是怎么样了。所以有订单一定是好事情，但是最后能不能够按时去交付这方面，我们还是画一个问号的。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在特斯拉的这次业绩的公布时候呢，其实马斯克也是表示说，未来汽车保险业务对盈利这一方面将会有巨大的贡献，这一方面的一个憧憬将会有多大？那这方面的一个想象空间，目前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那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很吸引的 business 吧。那因为其实那比如说手机这样子，因为现在手机厂商其实已经很多的有，比如说那些意外险啊、进水啊，那或者是坏了这个屏幕可以换的这样子的一些保险。那所以这些保险，其实我觉得这对于这个车厂来说，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意的来源。那因为车厂自己本身的话，就肯定是他们零部件最多的一个车企。那与其就是，我可能在买车的时候，我多花可能几千块、1万块这个钱去买一个意外的险，那其实肯定会比这个维修的费用去低了不少。那但是这个保险方面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你理赔的这个数量是比这个承保的那个数量少的话，其实基本上很容易赚钱。那所以就没有道理每一辆车都是会撞车吧？那所以其实这个车的保险业务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这个保险哈。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在维修啊，那或者是这个车子本身的这个理保等等方面的话，就出了一个 business 出来的话，其实也肯定是对于特斯拉来说非常赚钱的一个业务。那所以其实在这一个方面的业务的发展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相当有头脑的一个想法吧，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想法了，我们后续还是会期待一下。那特斯拉表现非凡，所以今天港股开盘之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新能源汽车上，相信呢也能够水涨船高。那我们就看到像比亚迪、长城都是不负众望，今天呢都是再创新高。我们就重点说一下比亚迪，因为除了特斯拉带动气氛之外呢，实际上它自身也是有一些好消息传来的。首先呢，就是它分拆比亚迪半导体上市获得了联交所的同意，以及目前市场当中就传闻电池提价是不低于20%，而且10月1日会执行。所以现在呢，这些利好来讲的话呢，都是有一一的出现。但是今天从情绪面来看的话，比亚迪这一方面股价大升之后，升幅有所收窄，所以是否也是有一个利好兑现的一个情况出现？您会怎么来解读相关消息对于比亚迪后续的影响，以及目前市场情绪的这种变化呢？那我觉得今天短线的话，就肯定可以出一些了。那因为其实，这个比亚迪半导体分拆的这个东西，那现在，比亚迪方面的话，确实是就国家重点培养的一个企业。那所以其实在，募资啊，上市的这一些的计划上面的话，我觉得国家也不会对于比亚迪啊，那或者是宁德时代啊这一些的车企可能有过多的阻挠。那所以其实他今天的这一个消息的话，就大家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料到说，这个比亚迪肯定会分拆啊，那或者是分拆，他能够提出来那个计划的话，就成功的基本上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所以就这么多的消息已经是大家已经预料到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现在今天涨，那当然也是利好消息的一个兑现，那但是就未必是一个进一步会把这个整个股份的这个气氛更
更加推上去的一个催化剂。那因为就是现在首先已经涨得蛮高的了，那然后再出的这些消息已经是兑现了的消息，那所以会不会有利好消息出货的这个想法呢？大家投资者，那我觉得会。那还有就是，就最近的话也是大幅度的破位嘛。那但是破位之后，今天高开，然后出了一根大的这个阴线在上面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回档的风险嘛。那虽然说现在还是上涨趋势，它回档未必就真的回很多的，但是现在还是如果短线的投资者的话，还是需要提防一下啦。明白。那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 Casper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